这不是整啥呀？这是妈，这尖儿，这还挺尖儿啊！啊，给我拿起来。啥拿起来啊？你把它给我拿起来呗。不是我放的，我刚撸啊。是我知道啊，我知道不是你整的。咋？你碰瓷儿啊？碰什么瓷儿？碰瓷儿！你上我车，你上我车，我让你看看谁整的。走。啥意思啊？大白天碰瓷儿啊？咋的？碰瓷儿可不好使啊，会录着你呢。碰什么瓷儿？你上车，你看你。瞅你这车挺好的，不像碰瓷儿的，咋回事啊？碰什么瓷儿啊？我寻思我让你看看谁干的事儿。谁干的？慢着瞅。你就差那么一点点，也不尽全力。打开流媒体。放电视看啥呀？不是电视，你看那。这啥意思啊？看不着，就他家干的。啊，前面这家啊。你这整啥记录仪啊？记录仪前后录的吗？在哪儿看着了呢？我连接手机，在家就能看，在家就看上了，这咋的又当害了？停那位置啊？当害了呗。啊，我说的。你这干啥去，大哥？我说吃点饭，咋的？看电视还能前后录像？前后录像吗？你这么的吧，吃火锅吧。啊？吃火锅吧。咋你安排啊？我安排你呗。那行啊。你好，大宝贝。喊谁？去附近的火锅店。跟谁说话？我能跟你说话吗？你要去哪一个？看哪个？去满满吧。谁家都行。走吧。啊，他就直接导航了。直接导航了，电子狗都播报。实时云播报的。实时播报啊！安全带你扎上。行行行，那走吧。嗯。